这个人我真的他妈很鸡巴。好啊，又断 combo 了。不过等一下再打虾那边有机会三百，快三百康了，加油！三百，现在既然那装备是什么？掠食者吗？既然那现在点这个，越战越强。好像后面这个多了。你怎么没魔啦，小鹿？啊，我刚第一个 EQ 没中啊。没空，我突然杀伤。我有这个闪现挡，但好像。可以，有眼啊，原来有眼，还无所谓，应该吃这个。撑住，兄弟！太无情了。瑟雷西，我看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眼睛痛。准备好安排主播了，放心啦，你的作息表跟我完全不一样。皮，我一代女王，是你可以挑衅的吗？拜拜，五十滴，文姬啊，那注意啥吗？地形吧。你下一个要去的地方哪个地形拿不到，你就先拿那个地形起来。基本上通常是不会拿斩杀啦，通常是水跟木先拿，因为这个地板满地都是的，所以通常是先拿两个属性。
又没出去。今天拿蛋放第几名？当然是越后面越好啊。伊勒利亚，你的局了吧？干，小鹿这波没大。伊泽怎么又死啦、啊？他不是超肥的吗？他怎么又死了？我还以为你要打全部嘞，怎么每波都没看到你的踪影呢、啊？哇，给他闪现走了。没勾到，伊泽瑞尔，你的局，哎呦，这个闪现，好像还不错。好痛，好痛的伊泽！够他！啊，巴龙没视野，掉巴龙了。哎，水道。漂亮，小鹿建功了。嗨。我是觉得啊，带上下线了。哇，又不等人。该死的跑不掉。上坡让你交闪跑了。靠，伊维利亚总是旁边杀两个，哇哦，伊维利亚最后砍起来嘞！白金，感觉是该给伊维利亚啦，伊维利亚拿了一堆经济，没什么秀的画面 ，Top Gap， 那确实啊，那确实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